是求无穷等比级数，一减三分之一加九分之一减二十七分之一加八十一分之一到无穷的和。这个无穷等比级数我们可以观察一下，首项的部分呢是一，而公比的部分我们用第二项除第一项，所以公比的部分呢是负三分之一。那么它的总和我们就可以带进公式，一减公比分之首项。好，那我们这边的公比呢是负三分之一，而首项是一。好，分母的地方一减负三分之一，负负得正，所以一加三分之一呢是三分之四，分子是一。三分之四的导数，所以我们呢就答案是四分之三。